当我的经济条件允许的时候，也资助了很多人。首先，可能资助最多的就是在河北顺平县，有一个叫大悲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当时给他们捐了很多的这种学习用品啊，因为那边几乎连个图书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就去了，捐了很多。就说明在2006年的时候，在中国乡村，贫困人口还是蛮多的。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脱贫攻坚。哎，给大家看看我的衣服啊，我今天会穿这一身苗族的衣服，先挂在这里。老师可以自己拿手机。好嘞。哎，我自己拿还能看看大家的留言。Hello， 大家上午好。嗯，玉先生，玉先生，我也是苗族的啊，你也是苗族的。我看这是谁？你有没有去云南啊？去哪里？上午都什么时候直播？我上午的直播的时候非常少，本身我直播就不多，因为最近我的工基本上都是属于在外面的一种工作状态。前几天呢去了重庆的大足，哦，去大足拍重庆的石刻文化，里边的内容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哦，推荐大足，哦。哎，我们的化妆师，然后我重新看一下你的门啊。哦，好好好，没问题。对了，重说啊，前两天去了重庆的大足，看了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的石刻文化，也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到重庆大足去转一转，那里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大足的宝顶石刻，宝顶山的石刻是世界文化遗产。哦，我因为唱了两首歌，一首歌呢叫《宝顶之巅》，大家可以听一听。这首歌已经发行了，过几天呢我会再次发行《宝顶之巅》这首歌的 MV。 还有我为重庆的大足区呢唱了一首它的主题歌叫《天下大足》，现在还没有发行，大概在9月份吧，它的影像，哎呀，后边还在响，一会儿我们解决一下啊，一会儿。刚才是说我最近的工作的一直都在外边，然后有机会利用工作之便逛一逛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这一次来到是湖南的湘西啊，这边我也是第一次来啊，湘西州的花园县啊。而且现在我在的这个村落呢特别的有名，就是十八洞村啊。我真是怀着这种敬仰之心来到了这个村落，因为脱贫攻坚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就是从这里提出来的。我也有幸来到这个村落啊，能够感受到当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了脱贫攻坚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脱贫攻坚大概也用了好多年啊，它还不是一蹴而就的，全中国然后开始啊，围绕着脱贫攻坚开始，在自下而上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大的举措。现在终于完成了脱贫攻坚，然后向着我，同时呢我知道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脱贫攻坚结束之后呢，向着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战略。因为可能在直播间里大多数都是在城里长大的，未必会了解这些，今天呢我也跟大家就是普及现哦。但是我会对这些非常感兴趣，就是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从农村长大的，所以呢对于脱贫攻坚也好，乡村振兴也好，都会感觉跟我的生命息息相关。现在我前几天不是也回到我吉林，我前几天不是也回到我吉林，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我前两天也直播了，我直播的那个地方就是土生土长我的那个村子啊，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子，所以呢村子的变化特别大。我那天直播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村子里的村民，有的我已经有20几年没有见了啊，村民们然后去扭秧歌啊，因为我们村子里也有一个大的广场，现在啊大家扭秧歌。哦哟，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的地方。哎，这是哪里你知道吗？现在是下来走到进城的路上。
啊，这个就是啊，当时主席进村的，十八洞村进村的这个路线啊。Hello， 你好，啊，你就在这个村吗？啊，对。啊。这就来了。那我对今天要一天的拍摄，啊，一天的拍摄。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雪琴。张雪，下雪的雪。张雪琴啊，昨天我们有见吗？没有，昨天你在花园吧？天哪，那咱俩现在是偶遇啊。啊，对啊。那怎么对我这么熟呢？我以为昨天见了呢。没有，我是看见我们其他朋友就发视频，我看。您好。这是奶奶。阿婆。啊，你好，你好，阿婆，你们都是苗族吗？嗯，我是这边的媳妇儿，他们是苗族。啊，你是这边的媳妇啊？啊，那你们家在哪呀？我家，你等会儿从在那个湘西长航村镇银行那里就是我家。哦。那个习大大走的一条红色路线，也是从那里要经过我家的。是吧？哎，真好啊！这个村子有多大？这一个寨子只有28户。啊，你们叫寨子啊？只有28户人家。哦。村的话有200多户，900多个人。哦，是这样。啊，今天这么早就已经有卖吃的了啊。这是本村村民卖的一些湘西特产啊。啊，冰凉粉啊什么的，是吧？哦，你们也起这么早啊？我过去上班呀。不中人没有。啊，又去上班？去哪里上班？我是在金大门口那里不远处有一个换人中心，我在那里上班。我是做载体员，就是带游客进来学习的。哇，怪不得你语言天赋这么好。我们刚才就没这个耳福了，刚才我们自己走了一圈，下一会儿晚上再碰到你，或者下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好，可以。哦，谢谢。哦，哦，我要过去上班了，因为到时候8点半再买过去。我走了。嗯，好的，没问题。嗯。对，今天呢，我们是被派到18洞村。啊，然后做拍摄，我们有一天拍摄的时间，这里真的是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呢，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啊，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够来到湘西花园县18洞村，啊，来到这里看一看，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村子啊，啊，路边的小花都特别特别的漂亮，这就是人间的烟火气，的确跟我在北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你看一下我这个构图是不是特别的好啊？就是墙上长出来的小野花，啊，起来起来起来，啊，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18洞非好汉。好，哦，对，很多朋友都听了我的介绍了，嗯，工作没关系。啊，如果工作我就把这个交给你们了，好不好？嗯，对，那我就交给工作人员。什么？来，哎，拍摄点在哪？我怕做人家多了，不好意思，谁拍里边好了？对对对，对，你们不用管我，随时可以打断我的工作，然后又拍一点，不要，明白？这个呢，随时。像那谁也可以拿着，我们的这个摄像机，看来我们就可以不用中断了。对，因为这个村子很漂亮。啊，不中断，直接开是吧？对，我们就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好好。对，这里也说一下，就是我们也开通了粉丝的二群。那添加粉丝一群的朋友呢，现在人数太满了，可以申请添加我们的二群。我们家几个人的半山左右。没问题，我是走左边这条路还是走？走台阶，走台阶是吗？走台阶会。点击李玉刚老师的抖音主页，有粉丝群的这样的一个端口，然后点击申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小编会一一给大家通过，大家也不要着急。我有个准备。来，准备。好。3、2、1，开始。咱待设备刚拿，一会儿下去就来软了啊！这一会儿找朋友热热的。哎呦，开开吗？好，开了。一下。好，来，看看广。啊，我再广一点吧。从哪？从中间开。这里是湘西18洞村。
粉丝群的入口是在李玉刚老师的抖音主页。拿着吧。苗族的服装没事，就让耀辉拿着就好了。我们今天就两套服装。哦，行，给大家好吧。来，小贝啊，小贝，你停一下，看那个牌子可不可以先往上面拿一下？移一下吧。下边，下边。下边那个。啊，这个。往前走，走三步，哎，就低蹲一下看一眼。已经添加粉丝群的朋友们不要着急，我们的小编会一一通过。相机放下，相机放下，两手别给你破坏了啊。对，你就这么拎下来。哎，对，一会儿让你挂上。好嘞。哎，还有上边这杆上的衣服，问穿红衣服那哥哥能不能拿起来。哎，对，这个拍不到。等等啊。好啊。 OK， 好，可以嘞。没事了，好了。啊，没事，来吧，来吧。那我们现在在拍摄当中，一会儿呢，玉老师会也会和大家聊天的。可以往上来。你可以抓一个远景吗？啊，会有。不是，咱这个包括彤彤化妆的东西该带带着啊，一会儿上面集中，他不就下跑的？倒也不算远，有一点远，对，有一点远，200米，对，200米吧。最好不要忘记就可以了，你要下。今天还会有直播的，今天中午12点我们会有一个公益的直播。从那儿走啊。嗯，哎，你可以把那个如果忙不过来交给那谁啊。哦，嗯，好好。好像有点穿了。嗯，我们刚刚会有点穿帮。你上来吧，凌云来了。你站在我后面，你跟着他肯定就没错啊。好啊，要不然都没用。啊，跟着他，跟着摄影机肯定没错。嗯，老师您走就行了。还有一个，这特写吗？没有，半身，半身啊，中景呗。对。好，入了。3、2、1，走。老师再走一下。对，已经申请粉丝群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小编会一一通过。我问一下，这山上还有多大呀？一会儿我们要走到山上去。最远处就是大概不超过300米，这是最终的目标。哦，来，来准备，好，好，五，3、2、1，走。这里是湖南的18洞村。往远处走，看。好，再见。3、2、1，走。啊，出镜了。啊，然后就是您这样走上去，我们一个大圈，大圈的。哦。OK， 走上去一个大圈圈。OK。好。把酒藏起来吧。是的，我。